常厉害的一组，室友周涛豪带着妈妈比利来喽。比利卡厉害，首度酷冠金曲奖，洗脑的旋律 ，Funky Disco 的节拍，搭配经典爆炸头的造型。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回过神，因为当初公司帮我投这个奖的时候，其实我完全不知情。然后我是起床的时候，大家讯息我说恭喜，然后我就想说恭喜什么，我才发现说我入围了。那其实这几年我花时间跟心力在幕后是多过于幕前的，所以今天第一次是以制作人的身份出席活动，我自己是觉得很开心，然后也相较歌手的身份来说比较轻松一点。是的，我也想问问碧莉姐哦，因为你说 Nick 的个性比较追求完美一点，那跟他工作起来到底是会比较紧张一点，还是其实跟儿子工作是很放心的？还没有录的时候会很紧张，可是在录的过程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他可以抓到我要的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录音很快，对，那个 feeling 是很快的，默契很好，默契很好，因为他知道我要什么。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跟比利姐一起走红毯，这就是今天我来参加的目的，所以我很开心，第一次跟妈妈一起走红毯，太棒了啊！不紧张啊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今天就把我自己当新人，我是第一次参加金曲奖，我那个年代没有金曲奖，对，所以我今天来参加就好像来 party。他帮我加油打气，对。我通常其实出席活动，我其实是蛮排斥，因为我会很紧张。今天稍微好一点，是因为今天我是以制作人的身份出席，不是以歌手，所以我稍微比平常再轻松一点。然后今天有碧莉姐陪我，所以我觉得她有帮我分担一些压力。她比我兴奋，她比我兴奋。我会一直在新秀，在家里走来走去，然后一直换造型。没有，因为我每天都在翻新秀啊。他一直都是穿搭是最，我自己今天早上在 po 文说，碧莉姐是我觉得穿搭最厉害的，对，她的特色就是一站出来就知道这是她的 style。我从出道到现在没有造型师，我全部都是我自己做造型。我觉得如果碧莉姐愿意再让我制作的话，他都是这样说，去录音的时候我都是比平说啊。其实我帮他写了一些其他的歌，对对对，大家拭目以待。